好，欢迎来到荒野乱斗。本期视频我们来开箱子，好久都没有开箱子了。这次呢，我们国服、国际服一起开啊，看一下分别都能出什么好货。好，那我们从国服先开始。那么国服呢，我由于没有买金券啊，就只能开一些小东西了，上面的就开不了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按顺序开啊。由于国服是新号，所以应该是可以大概率出好货。哎，有东西了，公牛的妙具啊！哎，又有出货了，亚奇。又有东西了，公牛的两妙具到手。好，我们国服主要是以纯英雄为主。雪莉的妙具啊。雪莉的新妙具，妮塔的妙具。500能量给谁呢？先不用啊，抽到新英雄再说。
又中妙句了，尼采妙句也集齐了。好，雪莉妙句也集齐了。就靠这波大宝箱了。怎么都不出英雄呢？看来中英雄的概率越来越……就剩十个了。哪怕中一个也行啊。诶，有没有货？有了，瑞科。哎，这英雄暴力太低了吧，这次。哇，这英雄暴力低得离谱了。最后两个能不能出好货？最后一个了，哎呀，好吧，还是国服还是有点可惜啊。虽然集齐了两个英雄的妙句啊，但英雄出的不多，不知接下来国服会如何。我们500经验就给瑞科好了。领一下今天的宝箱。哎，今天是经验啊，不是宝箱。这边有没有？这边还没有到。那国服的开箱就到此为止了，接下来是国际服的开箱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开始国际服的开箱。同样我们也是按顺序来。卡拉的妙句，上面还有一个，哎，布洛克的妙句。中奖了，贝尔，运气不错啊，开门红。哇，每次都能出好货，国际服。国际服看来是能出好东西啊。
巴比特的妙句。好，继续啊。刚才有个电话，有个箱子没给大家看着，不好意思。不过刚才那个没有出好货，没有出好货。我们继续啊。50斤，先给贝尔吧。哎，好了，妙计齐了。哎呀，我不小心点开了。本来还想开箱子开出来的，手不小心点到了，算了，点了就点了吧。本来想看看能不能开箱开出来了，50就给8只吧。手误啊，手误！戈尔的妙句啊，真是意外不断。本来想看看能不能开箱子开出来，没想到竟出意外。75继续给个，爱德加的妙句，听说爱德加妙句非常不好开出来，一直就被我中到了，贝尔的妙句，哎，又来，戈尔的飓风妙句到手，哎，好，真是狂出妙句啊！100，我给再给谁好？想一想，你白给爸母吧。哇，格里夫，我这国际服也太能出好货了吧！瑞克的两句，
小罗的妙趣。哎，宝箱多果然可以出好货。我们等一下再开这个超级宝箱。小罗妙趣齐了，一把金叶给格里夫吧。好，我们来开这个超级。佩佩的妙趣啊，不错不错，国际服还是东西多。哎，国服真的是，这暴力真的要吐槽一下。500经验，等一下再决定。哎，等加妙趣也齐了，剩下经验等会儿再决定。我们先领个皮肤。好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啊，达利尔的妙趣，全靠这些大宝箱了。谁呀？七先生 ，Mr. P， 估计是不行了，应该是好运到头了。我三个，看看能不能再出一个好货，估计有点悬。最后一个了，好，没有。那我们最后的一个经验，500给新英雄好了。皮先生就给皮先生，另外500给格尔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没中的。这个皮肤还挺帅的是吧，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没开。好，那都开完了，这边还有个超级宝箱。
好啊，好，最后一步，抽中了博客的妙句。好吧，那希望国服的运气下次能够好一点，这次国服爆率实在是太低了。那本期开箱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成果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不要忘了素质三连，我们下期开箱不见不散，拜拜。